还取得最大的商场的推广收益，吸引海外经销商。我哋点样可以利用到 Google 同 YouTube 呢两个翻译嘅平台，令到你哋喺行业里边独占鳌头？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嘅海量数据源 ，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时间 ，Google 搜寻有200多万，域名每一分钟增加70个，网站增加570个，邮件服务器发出2亿封邮。我哋点可以喺 Google 独占鳌头呢？我哋试一个关键词。呢个关键词系我哋今年2月同国内一个朋友做嘅排位，喺首页带嚟嘅关联连接有5280。我哋霸占咗6个，霸占咗7个。喺首页，喺5000多万嘅关联连接里边，喺首页我哋霸占咗7个。呢7个连接里边，全部嘅来源都系喺视频。喺咁嘅情况之下，我哋用最有优势嘅多媒体工具展示到呢个产品，让客户更了解呢个产品。同时，我哋睇一睇喺 video 个页面。產生的變化就大了，多了競價廣告。在左邊的自然排位，關聯的連接有74萬，首頁被我們霸佔了。第二頁競價排位多了，左邊的都是被我們霸佔了。第三頁都是被我們霸佔了。第四頁都是被我們霸佔了。大家很值得關注的，右邊的競價排位多了。第五頁都是被我们霸占了。右边的竞价排位依然是很多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如果在我们传统的页面，基本上是没有那么多那个竞价排位。因为今天广告客户的眼睛都是雪亮，他知道很多朋友去搜寻，他要得到一个产品的信息。今天在视频里面带出来的信息是比较全面比较透彻的。所以他们的广告投放都转移了去视频里面。确确实实在今日我们互联网世界里面，光纤为我们改变了世界。科技的提升令到我们的储存空间不算问题。所以今日我们要为我们的产品作出一个决定，作出一个选择。Video marketing 才可以改变我们现在的状况。我们不需要参加展览，我哋无需要参加 B2B， 我哋都可以攞到咁优异嘅排位。试问一下，你哋喺 B2B 里边，可唔可以有咁优异嘅排位，而可以俾你完全冇屏蔽之下，将你哋嘅信息完完全全喺内容里面可以展示到出嚟？我在香港，我在香港。